从我记事起，便常听到人们讲述着大将军蒙恬的丰功伟绩。下七君子，智者管相书，礼者白绫，贤者白儒，蒙者铁锤，勇者纪连，锐者田长禄，慧者练子。辅其左右，立下不朽勋功，更是为世人津津乐道。三皇之皇，五帝之帝，构成皇帝，自称始皇帝，位于秦朝万世夙愿，将秦王剑一融为二，召旷世名将筑起定秦剑，一把置于阿房宫，名阿房定秦，一把交于大将军蒙恬保护，名观台定秦，世人皆言得双剑者得天下，天下一统，七君子便不问世事，相继归隐赤峰谷。不想乱世平定近十载春秋，始皇帝驾崩，赵高夺权，朱龙子是忠臣，为夺定秦双剑，不惜世间血流成河，英雄枯骨，而我便是这段不被后人所熟知的历史见证者。
陈氏，誓死把剑交给黄绿守墓人，快走。你醒了，剑给你。小女蒙雪，得英雄相救，感激之至。蒙雪姑娘不必行此重礼，祭奠惭愧。若是能早点赶到，也许能多救几人。您就是当年辅佐义父的七君子之一姬莲。蒙府上下惨遭灭门，你小小年纪独自带着官台定情剑，下一步有何打算？义父一命，誓死将剑交到秦皇守墓人手中，到时候天下事由天下人定。现在全城戒严，赵高对定情剑势在必得，你孤身一人如何护剑？你先好好休息，明日我护送你出城。嗯。Ah!
就是一帮丧家之犬。赵大人，怎么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啊？回大人，蒙家上下47口人认罪伏诛，唯有蒙家义女蒙雪携剑在逃。天东岭，区区一个小女子都擒拿不住，应该不会是手下留情了吧？田大人，圣上对你极为倚重，您可别辜负了他的期望。大人，田大人定是日夜操劳以致失手，小人愿接此重任。四大高手落得如此下场，想必幕后必有高人相助。这么说来，更是要增派人手，加强布防啊！田大人，小人愿为您分担一二。好了，臣儿就这样吧。依圣上的意思，人要死，剑要留。是。田大人，好剑啊！大人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兵分两路，你随我追捕逆党。是。每次都这样。
谁？莲子，过来帮忙。青莲，伤得这么重，这人谁啊？蒙家遗孤。啊，我去拿药。你忍着点，我准备拔剑了。不辞而别。天下之大，四海为家，你知道我的，散漫惯了。况且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那你想过什么时候安定下来吗？你怎么不问箭头的事？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有什么好问的？本以为天下太平，七君子得以隐退，没想到不过才几年光景，赵高篡权，蒙家罹难，这天下马上又要大乱了，恐怕我们也难以独善其身。保护他到赤峰谷，如何定夺，就看管相叔的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三月初三。不许动我的手。我没有啊。伤口无事，赶紧收拾行李，跟我回谷。那能见到大爹爹他们了？我带人，你带剑，别出差池。好嘞。哟，几位客官，打尖儿还是住店呢？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和一个带剑的女的？没有啊，站住！
手里拿的什么？我大秦律法明文规定，百姓不可随身携带兵器，违令者死。你不知道？下来。韩爵，让你把客人抵押的兵器上交官府，既然大人都在这儿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小亮，把剩余的剑都给大人拿过来。好嘞。大人，小女子手无缚鸡之力，在这荒僻之地经营这家客栈真的很不容易，有时候客人身上正好没带钱，就拿身上的兵器做抵押。这都是江湖儿女，这点方便还是要给的。练子一向遵守律法，大人您可要明察。大人，你远道而来，要不我给几位官爷准备几间上房。带路吧。小亮，招待客人。好嘞，各位客官，这边请。这帮官府的人来者不善，现在剑也被收走了，恐怕一时走不了了。定情剑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爹急，今天晚上我负责去引开那个带头的，韩爵，你负责去把剑偷回来。你在这儿待着不安全，韩爵，带他去暗道。好。放心，我一定能把剑拿回来。这里有通向外面的通道，你在这儿等我啊，我去把剑偷回来。怕不怕呀？乱世之秋，剑刃横行，怕有用吗？大人，一切都安顿好了。这家店很古怪，我们有钥匙在身，还是小心为好。是。晚上你去好好查一查，我去会会老板娘。魏大人身在朝堂，却有江湖儿女的情怀，练子有幸结交，敬魏大人一杯。魏某人为官数载，对江湖中事孤陋寡闻。莲子姑娘谬赞了。魏大人年轻有为，真是好酒量。瞧我，被魏大人灌醉了。怎么没见你们家那个小伙计呢？他已经休息了。魏大人，
您身边的那位侠女不也修行了吗？行行，您说，当今这世道，怎么做才能自保呢？既然跟老板娘有缘，我魏某人就多说一句：顺势而为。来，来，大人。魏某人不胜巧力，先行一步。怎么，魏大人，这么晚了还有公务啊？告辞。大人，这家店何止是个黑店，我在老板娘的房间内竟然发现了田大人的箭头。有人来过。要不要现在就动手？不要轻举妄动，十四铁骑和四大高手都能死于非命，可见保护那个女孩的人并不简单。速速把男生叫来。是。你们把门给我盯紧了。是是。说我哥也应该到了，是不是信哥出了什么纰漏？天山社哥给你玩儿。个屁！
关门。成金。怎么了？借给你。韩杰，现在就走。这里有个暗道，你带母雪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你小心点，我们前面会合。嗯，走。我们到赤峰谷了。我去叫他。孙天天，哎，你们回来了。哎呀，方丈辛苦了啊。你该买头牛了。还买头牛？买头牛要我干嘛呀？啊，哎，这位姑娘是，哦对了，小六子呢？上回说好的这回回谷来给我带一壶好酒的，怎么来账了？哎，先到大哥那儿再说吧。来，跟我来这边走。
终日看着山峦起伏，与当年沙场驰骋，确实委屈你了。闲时看庭花，醉时抚琴，岂不快哉？你我琴瑟和鸣，此生足矣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链子回来了。大哥，链子私自主张将蒙恬义女蒙雪带来了赤峰谷，蒙家。觉儿，先带这位姑娘到白茹那儿疗伤。好，走吧。二爹爹，你这整日跟自己下棋有什么意思呀？你现在还是个不识顽童，以后会明白。带他进来吧。二爹爹的药啊，特别灵，只是药效吧强烈刺骨，你要是疼啊，就叫出来。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毅力，难得。您医治过很多病人吧？战乱之时，刀剑便是孩童手中的玩物，人命如草芥，医者皆如此。所以您放下刀剑选择做一名医者吗？医者之人，仁者则可以医苍生。这人间万象，行事是正道，守己身良知，看来您下的是盘和棋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剑术，你俩之间就不能说些简单易懂的话？等你长大就懂了。啊？哎，你比我小好不好？小人为子臣办事不力，遂将逃犯围困于客栈之中，怎奈对手狡诈，竟从暗道中逃走，是小人无能，还望大人降罪。要杀。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都抓不到，比田大人你可差远了，就留在我身旁吧。大人说的是，小人确实不如田大人做事缜密周全，以小人之见，此事还需要田大人出马，方可永绝后患啊。田大人你也看到了，这大秦的江山必须得由您来捍卫。效忠大秦，万死不辞。好，田长禄，限你三日之内剿灭赤峰谷余孽，为圣上取回定秦剑。遵命，臣告退。杀，一同去吧。是。
反对。小六子砸死了，还不就是为了保护这把破剑？我只是名医者，救死扶伤，而这把剑却是一把凶剑，生于杀戮。医者可以救人，但救不了天下大义。大哥，咱们倘若不帮，这孩子恐怕是没命到齐王墓的。大哥，咱已经不是什么七君子了，咱就是赤峰谷的普通百姓。大哥，护剑是蒙雪一个人的事，今日感谢大家收留，我现在就离开赤峰谷。陪得了蒙将军征战四方，陪得了始皇帝一统天下，可惜今日却陪不得一个女孩去护剑。来了，我来护送你去秦王墓啊！小看我，我可是个神箭手，师出名门，百发百中，还护送不了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人物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等等我啊！你说要不是因为我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你看。田大人，您来了，姬大人已经等您很久了。姬兄，田大人如今位高权重，不知道还喝不喝得惯这英雄酒。有二人兄弟多年，为何说出这酸腐之言？蒙家的事你能不能不要管？我知道是你救了蒙家的义女，夺剑便是与大秦为敌，这事儿你能不能不管？我之所以愿意征战沙场，只因蒙家心系天下，现如今忠臣蒙难，义女蒙雪为守护蒙家最后的忠义，你说我姬莲能不管吗？姬兄，今日咱们只叙旧情，不聊公务。想当初诸侯纷争，你我七人血战沙场，诸始皇帝一统天下，
本来可以名垂青史，不料其他几位却归隐山林，而你既没有退隐，也没有入世，而是当了个浪客，好生的逍遥自在啊。铮铮铁骨终入土，十载春秋了于尘，江河自有常人在，回看已非少年身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有变的。我没变，是你变了。我变了吗？你我二人生逢乱世，饱受流离之苦，我就是不想看到更多的人像你我的当年一样。叶子还好吗？好不好？你应该亲自去问他。我以为你已经……我跟他有缘无分，他心里早已经住着一个人。其实我们……哎，喝酒喝酒，今日一醉方休。蒙雪这孩子年龄虽小，意志却坚定。白灵，嗯，我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？你赶他走，又吩咐韩爵去护送他，你这琴声虽然凌乱，却心中早已有定夺。既然你已经想好了，又何必问我对错呢？本想和你归隐山林，不问世事，但这奸臣祸乱，谁又能只身而退呢？小心！应该还没有走远，追。小心。
蹲下，快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我留下来帮你。放心吧，我很快追上来。Thank you.
等着呢，你就安心等着吧。走。
你们全都给我退下。燕子，那个女孩在哪儿？定琴剑在哪儿？大人，你行不行？要不要魏某人替你代劳啊？莲子，事到如今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和兄弟们一样的下场。交出定亲剑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生路？你把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逼上了绝路。你说，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死，也许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吧。我听叶子说过，风起的时候，它不知何时会离开，也不知何时会落地。但在那一刻，它是自由的。过往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就像这风吹落叶，风止，一切已尘埃落定，没有了使命，没有了遗憾，唯有片刻安宁与自在。你怎么老跟二弟弟一样说些人听不懂的话？那你说，你做的这些有后悔过吗？有过，但是又能怎么办呢？义父从小就教导我，不以己身安危为先，心怀黎民天下，如此才配得上忠信二字。不枉来世间一遭。
你还记得三月初三是恋子的生日吗？知道。没想到他的生辰竟然是他的死期，是你杀了他。赵大人一心辅佐二世，我是不会让你杀了他的。今天他得死，你也得死。最后一战，
赵大人有令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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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金甲侍卫应该就是守墓人吧？小心，这悬崖下面全是水印，很危险的。地上血迹刚干，看来不久前刚刚这里发生了战斗。但是为什么秦军要屠杀守墓人呢？私下找找，也许会有幸存者。
判决，你说会不会有一天没有战乱，没有杀戮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人都生活在如同桃源般美好之地，生于安适，进入黄土。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。阿房宫烧，汉王，向您举荐的人我已带来了。小何，帐下何人？草民愿助汉王一统天下，成就霸业。